先香烟的话，就是找个纸烟来看。这边是绿嘴，啊，这是绿嘴。那这边是绿纸，那这边是烟纸嘛？那里面是烟草嘛？那卷烟的意思也是差不多，也是要有绿嘴，要有烟纸、烟草。那首先，这边这个是两的滤嘴，如果是像一般要抽这种纸这种盒烟的话，那种两的滤嘴，有些是像两烟嘛，因为放两的滤嘴就变成两烟。像这种就是不两的滤嘴，对。那通常就只有外包装看得出来。那首先介绍一下，这是卷烟器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推杆，可以这边是一个可以动，那这一个是没办法动。好，那其实是蛮简单的，就是一样吧。好，那接着先把这个拨杆移到下面嘛。到下面，那这边压下去 ，OK， 那把滤嘴放上去，推到底，把烟草放进来。那烟草的话，它不要压得太厚，因为压得太厚，抽起来会没有什么烟。对，不要压得太紧。不要想说压得比较紧，可以抽比较久，对，但是那样子抽起来就没什么烟。好，那就大家稍微这样搓一搓，就是每个地方的密度都觉得差不多，压起来的感觉一样。那就把拨杆往上推，往上推。那往上推之后，往一样，食指按着不会动的那边，那大拇指往自己的方向滚，那这时候发现食指会被推到会往自己身体的方向推进来。好，我这样顺过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接着就是绿纸，烟纸，啊，插着。那通常这边要注意的就是，不知道这边看不看得出来，这边有一个反光，就是可以粘东西，感觉上面有涂一点彩，有点像是胶的感觉，但是那边是其实是让我们沾水或者是沾口水粘的地方。那这边其实可以用口水舌头舔一下就把它粘起来。倒一点水，那我就直接上面抹一下。对，继续往下潜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刚刚滤纸已经沉到下面，那打开来，那这样就卷好了。专业教学就到这边了。